董贺，你他妈到底去去？我不去，我胳膊疼。我告诉你，我真有点烦了啊。嗯呀，我胳膊疼。哎，咱就走吧。嗨，我不去啊，跟扯那犊子。咱们这回是给东北文旅出一份力，你知道不？行吧，我董某今天就给长春一个面子。这是哪吒呀？嗯呢。就镇区啊。嗯呢。你看我扎不扎你就完了。冒油！那我演哪吒，你演啥呀？我是你爸，千变万化。操！哎，不让录像啊！你是干啥的？前该后趟再快归我管啊！今儿我值班，不拎点水果，你还想进去？那我要非得进去呢？你看我扎不扎你就完了。孽畜！